小苏求鸟，离离闹昏，丁丁讨讨，清清悠悠，昏昏色机暗中。这座小人真心敢真正求人，为了寻花之缘，再多再深也要吹出毒花凶手。此时一阵朔风吹起，枝叶摆动，万秀纷飞，金鞭振臂出落，高飞进去，映照一口麒麟。非救不过，应不该来此。一股淡雾的透出怒气凝意，一双银石的透出寒夜眼神，带出一片火烛的透出色气秋息。新花馆的气息，一股真是毒花之人。能力不济，是贪心不为路。空寂静也是你所断，我经过规定，不可再追究。奉喜，一声奉喜，火旋出鞘，鹰眼发动，红刀开门。你明白危险，大明威，这是什么剑法？新花园的用心开您别没当过。哎呀，外面啊，秦吉星，玲珑兄弟如何？如何？爱见论意那如何？风采情形出乎意料，古家人的手法，我尚未及出手，一人去死在咱众人面前。什么？你也没失手？你哪失手？一口尸体边啊，都爱给咱四口做一顿。金吉先这个话确实讲得无错，你应该感谢迄个天师鬼替你上罪证啊，嘛好运迄个剑者，只是将咱挂出来无太难。那么迄一万两的后生，都爱变我老钱的死亡保险金咯。风采杀人剑法前所未见，看来此手极巧咯。岁月机会，今日剑者之行也夺走那两人的机警，但以身淡无气质，不是对着名利之辈，为何要夺机宝？究竟意图何在？根据我老钱的经验，像这款的情形啊，绝对是想借这两项宝物来解决自身的问题，譬如救人或者什么。所以定义另有目的，想借宝物引出更多心怀宝物的人。我讲六段啊，你是来念头呢？敢讲你看未出迄名剑者真威火焰所在？不但想威胁迄两人未使追求，也讲咱不该深入迄片小人。可见啊，已经无是有人打扰。新花园季永清，我定是先回去禀告军功。笑，我看是先登去领医药费。哎呦，小虎来了！
我嘛咧欠人夫，哎呦呀！